然后他说让我们收，他那个车他最多就能收三条船。那他收三条船，怎么叫他这边压的还行？都背着跑，是那下礼拜一开始我们仨早就待着，我们不在那儿跟着他们起哄，我们藏起来。他说完了以后，那俞明辉找着我们，他就得再给我们打电话。他打电话，他就得，那我们就得说这个价格太高，我买不起。